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萌物世界。狗狗对人们的忠诚想必大家都有目共睹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狗狗的原因了。狗狗的智商也是非常高的，有时候还能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一只狗狗天天被关在家里，却意外怀孕，主人疑惑不解，看完监控恍然大悟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饲养员每天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带狗狗出门遛弯，狗狗也很享受每天和主人一起出去透气的时光。长时间憋在家里是会憋坏的。在国外，一个男子就在家里养了一只狗狗，因为工作原因，男子非常忙碌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将狗狗独自关在家里的。但是让男子感到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，这只狗狗居然意外怀孕了。男子很奇怪了，家里没有养别的动物，狗狗怎么会怀孕呢？主人疑惑不解，还好家里装有监控，看完监控后瞬间无语。原来狗狗总是会通过围栏翻出去，可真是狗急跳墙呀。看来狗狗真是憋坏了，为了见另一半那么辛苦，真是真爱无敌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